风光摄影近代简史，从1826到现在，今天只是回望经典，没有任何技巧，也没有秘诀分享，只是想通过领略将近200年世界风光摄影的变迁，来尝试一些不同的东西。如果你喜欢风光摄影，那么看看别人拍了什么，如何去拍摄，才能提高自己的艺术鉴赏水平。我是詹姆斯·于正，一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职业风光摄影师。准备今天视频的内容，其实也让我重新探索了一次风光摄影的演变，让我反思自己未来的拍摄风格。很难追溯风光摄影的确切起源，因为法国人这个 Joseph 他拍摄的第一张照片在1826年或者1827年啊，他都不能确定。唯一可以确定的是，这张照片的曝光时间是8小时。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让你拍摄8小时？唯有城市景观，在现代其实属于风光摄影的范畴。19世纪的摄影师被迫拍摄专注于时间不会成为问题的主题，比如风景。一、地理调查。而那时的风光摄影更多被认为是二维格式的现实渲染，一种比绘画更真实的记录。可以说，风光摄影早期承担了很多技术使命。美国第一个国家公园加利福尼亚的黄石公园就是最好的例子。威廉·亨利·杰克逊是最早的风光摄影先驱之一，黑白胶片是他记录黄石区域地理风貌的一种手段。这些现在看来并不怎么样的作品，对黄石国家公园的创建至关重要。1866年，他放弃了过去的画家生活，在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开始了摄影业务。1870年，杰克逊应邀参加了对黄石地区和落基山脉的政府调查，并于次年成为官方的地理调查摄影师。那调查结果成功说服了国会，创建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那杰克逊的风光摄影作品居功至伟。这张圣十字山是杰克逊最重要的照片之一。另一位至关重要的摄影师是卡尔顿·沃特金斯。1851年移居加利福尼亚，寻找黄金。结果他没有从淘金热中发家致富，但喜欢上了摄影。他最出名的作品主要集中在优胜美地。他用骡子驮着18×22英寸的猛犸底片相机、木质三脚架，还有帐篷，徒步穿越山谷。如此大的阵仗，其实只拍回来30张底片，但这是优胜美地山谷的第一批照片，同样在美国国会引起轰动。那这批照片是极其美丽的优胜美地的最早影像记录。不过沃特金斯没有逃过悲惨的死于收容所的命运，很多天才摄影师的结局都是如此。他1874年宣布破产，因为在旧金山开了快10年的优胜美地画廊居然没有成功。直到1906年，斯坦福大学即将购买他作品收藏时，大地震和旧金山大火彻底摧毁了摄影工作室，结局如斯，耐人悲悴。总之，早期的风光摄影和地理探险和调查密不可分，是不是觉得这一切都那么久远，早就轮不到我们去开发？其实在现代中国也有一个值得称道的名字，吕玲珑。他的西部探险摄影生涯伴随着稻城、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当然还有牛背山的发现，一人之力为四川旅游创造了多少就业岗位。类似的还有陕西的羽岔大峡谷，没有风光摄影师，很多美景只会局限在小范围内。二、写实风光摄影。皮特·亨利·艾姆森是一位英国作家和摄影师，开始探索摄影的真正意义。在当时的摄影界，他绝对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他提出摄影是一种艺术形式，而不只是出于科学或技术原因所做的事情。早期的艾姆森受到法国自然主义绘画的启发，比如他在诺福克湖区拍摄的朦胧图像，很类似同时代的印象派绘画。不过他在1889年出版《艺术学生的自然主义摄影》一书中，开始提倡准确捕捉自然风光，尽量模仿自然，而不是去改变它。书的封面引用了约翰济慈的名言：“美
即真理，真理即美。写实风光摄影的另外一位支持者就是风光摄影最重要的人物安塞尔·亚当斯。在任何风光摄影史上，亚当斯都是绝对王者。优胜美地国家公园的风景照片是他最具标志性的作品。虽然同样也有几个国家公园的存在要归功于他的写实摄影作品，但和偏向于科学考察的前辈摄影师不同，亚当斯属于纯粹被美景所吸引，真正为了艺术而创作。他放弃当时摄影师常用的绘画模仿绘画的柔焦和逐刻技术，尝试制作曝光准确、清晰逼真的风光作品，共同创立了摄影史上最重要的组织 F64。 这是大画幅相机追求最大景深范围的常用光圈值。 F64 把爱默生的想法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摄影作为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应该按照摄影媒介的特性去发展。他们试图重现人眼所能看到的东西，思想上有创新，必须建立在技术上也有所突破。亚当斯不仅仅是一名出色的摄影师，更是一位绝对的摄影理论和后期大师。人眼的宽容度远远大于正常曝光的胶片，亚当斯区域曝光法帮助你计算最佳曝光和后期显影时间。这种按照明度划分十个区域的方法现在依然流行在各种后期软件中，比如亮度蒙版明显就脱胎于区域曝光法。亚当斯另外一个重要理论突破就是可视化。摄影师在现场拍摄时应该想象最后完成的照片看起来如何，再采用合适的步骤去实现这一点。 F64 的另外一个代表人物位居世界十大摄影师之列，甚至排名还在亚当斯之前的爱德华·韦斯顿，更被人记住的可能是静物和人体摄影作品，比如这张青椒山十号，让摄影摆脱客观纪实的束缚，开始向主观意识前进。其实他在30年代拍摄的沙丘系列作品同样叹为观止，一个孤独的人专注于孤独的沙丘。一起重温这句经典，我要让别人知道我的名字，这无关于我所在的地方，很有不想当元帅的兵不是好兵的味道。三，抽象风光摄影。还有一群摄影师也在为摄影与绘画的同等地位而努力着，被认可的渴望不断激发摄影师突破创造界限，他们就是抽象风光摄影，也可以称之为绘画主义。摄影师操纵自己的图像来创造与众不同和引人注目的结果。代表人物阿尔弗雷德·斯蒂格里兹创造出照片分离一词，彻底打破了传统摄影的界限，提倡摄影的主观性，不管是后期暗房制作还是前期构图创意。就像这批同样拍摄于上世纪30年代的云，按照摄影历史学家的说法，这样的摄影手段破坏了你和自然的关系，让你减少对自然的思考，看到的不仅仅是云的照片，而是唤起思考云如何形成的感觉。抽象风光摄影的风潮一直持续到今天，虽然我并不能理解这些所谓的作品灵魂内在震动的信念，但不能否认抽象风光摄影比纯唯美的写实风光摄影更能得到能得到更多的赞美和拍卖价格。直白点说就是更装逼，更能按照项目进行创作。这张被誉为史上最贵照片蓝银河是不是也能称之为抽象风光作品？四，经过上百年的努力，摄影师逐步争取到画家同等的地位。可以肯定的说，现在大多数人都认为摄影是一种艺术形式，而风光摄影更是被大众最为接受。不管是个人爱好者还是旅游明信片，风光摄影大幅面输出作品也比绘画作品挂在更多的墙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之美激发了更多的摄影师，包括我的灵感，因为自然风光在提醒我们，外面有一个美好的世界，这是我们都应该珍惜的东西。希望你会喜欢今天的新探索，从风光摄影的过去探索属于你自己的未来。记得给我点赞，分享给你的朋友，这对我很重要。如果这样的视频能被大家喜欢，我可以继续来分享对现代风光摄影历史的理解。